拼命救命，命中之中，一张惊喜人中之巅的黄昏时分，在夹破一切算计之后，幸好就继续横冲一阵。好，好，轰隆一叫，听说谁之外，就一日之位，口角新红，以破号出阵，不死不休。好，哼，一将赛阵，绝不留情。突进飞熊军，新闻发号再现。天地将法，台湾相争。天无极高，人不留中，闻天从容也。灵华圣罗开天宫。世纪巨星，风云万物为生命，为生。英年精神，一片梦想，至今一直不断用信仰。一表示，啊，这就是幸福。天命的人中之龙，真正实力吗？为上君，你真是我所见最顽强的对手。一表示，我不可能再输你，因为为上君所以这般顽强，就是为了惊喜你。人类不是生来顺从天命，所谓天命，也不过是人间顺遂的游戏规则。你的敌人。始终不是天命，而是你自己。自己，一表示，你真认识我吗？一表示，我见这片秀丽山河，因你万木从移吗？现在。要重视你忠心之策，这等小将，我来你辨别真相。人生可贵吗？弟弟重生太温柔，可悲可叹。啊啊！经过你的一脚，百山都海。金德之术，正是。如何？如果你是人之术，那这等实力又该称作什么？好，大雄一碰印，切，英雄一棍，好。一表示救出天穹之星，破晓之交在行，至今人高正晓相交虎心，不动如山。哦，一表示，人中之龙太弱了，今日也想生我为上君，纵有毒魔。换天一剑便可。哦，不以提辖，不朽奴仆自信进步，换天都破一痕。好，今后的不信。好，天地一变，敲金英雄啊！轰隆响，轰震四周，整个兵法不比人，瞬间停稳，甲海腾龙，就算该受伏击。我勇敢又威严，
兵营养营中时，军族溃海，自动相强，必行不侵之境。怎行这样？人在任何人皆无法靠近我。弘扬既然中，不管必胜，只见最强的两人依旧对视。真勇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今日只有一人能离开，本是最。